这边坏了，这边。哎呀！你大伯，成了吗？啊？成了吗？多长时间了？咋了？啥时候开始有感觉的？你看，这玩意可不能拖呀，这玩意。前尖儿的。前尖咋的？嗯。前尖扎的，能在根部，在中部这个位置，那不好出来，那还这个操蛋了，梦能可操蛋了，梦能可操蛋了，疼啊！它这种疼法跟别的疼法是两种疼，它跟指甲扎的那种疼是两种，吸一会儿，给都给它吸干了。这边不疼是吧？嗯。你有点疼的时候就处理它呀，你非得拖。那不咱俩趟你都没家吗？那这两天也比较忙。背呢？这还行。你不就今天来了三趟吗？你前两天疼咋不来呢？都是赶今天来的，啊？我昨天是来的呢。昨天啥来的？昨天你没家。昨天我没在家，我干啥去了？我去你，别整孩子嗯，有病就闹挺。